高雄有一个国小学生是八千人去倒垃圾时阵，被蛇咬到。卫生局表示讲，伫洪台区哦，已经有三例毒蛇咬到相关通报。不过，农业局统计是并无明显的增加。倒伫白床顶四年，男童脚包起了后做记号。十四号暗头，伊爬出来人倒垃圾的时阵，雄雄脚真疼，就医发现伊的倒脚尖头啊有两个咬骨，有可能是互得药侵咬伤。但是市府表示，蛇症还未确认，将会以支持性的治疗，予伊带伊观察一礼拜。因为孩子平常对蛇他有点认识，所以他可以描述这是有可能是一条青竹蛇。那么马上去送医去做治疗。这几年就是偶尔会有一次啦，就是在民众在那个河堤公园活动的时候会看到，那看到一尖叫，那个蛇就往水沟钻了。南东徛隔离学校150公尺，学校周边发现毒蛇，学校伫校园夜集会，嘛提醒家长要注意。洪家地点毛志刚来夜集会，无排除是风太了后有大量的树木倒落来，嘛甲树木集中来藏，增加人甲蛇接触的机会。卫生局统计，洪灾了后，除了南东之外，还佫有另外两件毒蛇咬伤的就医案，民众的伤势拢稳定。这种有些栖息在这些植被里面的这些生物，可能就会。人可能就会被跟他碰在一起，像毒蛇的话，有可能就会被，有些人可能就会被咬到，是有那样子一个几率会发生啊。专家表示，风台了后确实可能增加人甲蛇接触的机会，建议若真正要变少，爱挂真厚的手套，嘛爱把皮肤露出来所在拢包起来，若无注意风加，嘛会当让空气变较浅，会当降低的危险性。记者王刘婷、林昭宽各报道。